跟心态健康，凡事如意，谢谢。哇，非常怎么样？非常的甜美啊哈。你想没有你讲。帅哥，哎，去拿些哇，取几条不？哎，取去，取开吧，取开吧。嘿，去拿，去拿，糖一滴老了，一滴老了。你看，我们现场有很多都是嘉义的粉丝，是。对，嘉义的就是哎，他有表演啊，我们的粉丝都会跟随他哈。哇，对。非常对，大家很期待哈，也是他好像也是，在文化公园周边好像也是很久没有来唱了，对不对？是啊是啊，因为顶啊卡在哈，龙卡伯和董包是新的，没有，最主要是路程啊，没有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以课业为主啊，对，卡在都他都在没，准备没了哈，哎对对对，来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各位帅哥美女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哈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听这首好听的歌曲《北极星》。谢谢呢，我们现场好朋友来这边哈，啊，这支持我们的这个公益活动，是好，那我们紧接着再听一首歌曲了，《白兰梅》啊，《白兰梅》都美国的，对，《白兰》哎，这首歌好像都是婚礼在用的，对不对？是，对，《白兰梅》没错，没错，咱两个是《白兰梅》来宾啊，好好，行，咱回家。Thank you.
嘉义县水上乡的
急难，哎，水上乡公所急难救助单位，哎，对，谢谢。哇，非常感谢哈，我们哈嘉义的哈这个粉丝后援，对，哇，非常非常就感谢没了，真的非常感谢您。那我要谢谢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哈，对我们的小公主非常的关心，爱护。那在这里我还要特别的恭喜她，恭喜我们的小公主即将完成我们的国中三年的课业。那这段期间呢，小公主不仅在学校功课成绩非常的优异，名列前茅，那同时呢还会抽空利用时间来做公益啊，她真的是爱心不落人后，人美心更美，对，哇，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一个好孩子。所以呢在她即将毕业前夕呢，那我也特别的祝福她，希望她在未来的求学的过程当中能够再接再厉，更上一层楼，谢谢，谢谢，哇，谢谢，谢谢我这大哥，好不好？真的是认识很久了，这位大哥，对对啊，这大哥呢真的对我们讲第六十四台北，哇，他是台北人，然后你知道吗，他现在的脚还是在复健当中。对，你知道我想感谢的是一天咱这个中正公园的，对，中正公园好像是邀请我们嘉义呢去当这一个特别来宾，那好像是举办这个歌唱比赛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，伊的时候不怕多讲，不过伊安尼吐按打把给他，重点就是要为我们嘉义加油，真的，对，就是为我们的嘉义来加油，对对对对，真的，再一次谢谢我们台北老师，感谢你，谢谢老师，非常的感谢老师，好，这个可以小声一点呢，来。那我们再前面一点哈。对。那原本呢，我们嘉义今天呢是准备两首歌而已，但是一定要安可曲啦。对。那我接了下来，接了下来呢啊，要来讲一个故事。OK， 这是一个故事。是，因为呢，我们呢有一位很敬爱的老师，亲爱的老师，老师有在这里吗？最低调的老师，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现场。那我看他的这个脸书的发文哈，有讲到了这个江蕙哦，我们江蕙二姐，我二姐，二姐，对，对，啊，就是他突然来听到这首龚阿嬷的歌曲的时候，他去回想到他之前呢，因为我们，啊，我就坦白来讲吧，他是许嘉宾老师，哦，许嘉宾老师是不是？大家应该怎样？好，那咱讲咱这大千世界，对，对，伊即卖吼，拢来无影去无踪，那种囝来啦。来不要去无踪，所以我和我另外一个合作公司，那本书总监里面，对对啊，所以侬讲哦，我是有迄个鹰眼的，哦，那叫我夹掉，那就无简单啊，夹掉掉，那就无简单啊。那呢，在这一段故事呢，啊，龚阿嬷呢，我们嘉慧的这首歌曲是啊，在我们有一次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嘉慧，对，我们二姐呢，到我们徐老师，我们徐嘉宾老师那边去录音。哦，录音是不是？是是是。那在这录音过程当中呢，当然是大家都很愉快，对对。当然。但是呢，在他很愉快的录完音之后呢，哦，突然呢，我们嘉慧的这个公司啊，公司的助理呢，员工呢就。有跟我们徐老师讲了，就是说呢，其实，在刚刚呢，他们在录影的这段期间呢，对，录音的时，对，我们二姐的阿嬷过世，哦，但是呢，他并没有去讲，因为他呢，就是怕说呢，会阻碍到，或者是说呢，妨碍到了这个录音啊，他们录音的这个过程哦，这件事情，对。那当老师知道的时候呢，他往的呢，他的阳台呢，往着啊阳台看呢，结果他看到了。他心里有很多的感受，他看到我们二姐呢低着头，低着头，然后擦着眼泪，然后就快步的往这个我们的停车场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触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知道老师喜欢这首歌曲，非常喜欢这首歌曲，那我也很喜欢我们嘉义唱这首歌曲。哇，那今天就由嘉义来诠释这首歌，那我们就把这首龚阿嬷呢送给我们最敬爱的、最亲爱的。最神秘的许嘉宾老师，